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是这样子的，自从怀孕的那一刻起，她变得非常不一样，她变得非常爱听我唱歌，平常没有爱到这种疯狂的程度，每天都要听我带来很多的曲目。那今天呢，我跟妮妮呢，刚好现在要唱歌给小柠檬还有妮可听，然后我们就会带来两首歌曲，一首代表男宝，一首代表是女宝，然后让大家猜猜看，小柠檬是男男女，妈妈肚子里的是妹妹的话，你想唱什么歌给她听？好的。弟弟的话，你要带来什么歌曲？兄弟啊，想你啦，你在哪个大还好吗？也不说主动来个电话，问问这边咋样。很不错，那这样大概已经知道弟弟后面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换我带给第二个女儿或者是第一个儿子。如果肚子里面是妹妹的话，牵着你就让我守护你，不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，我会永远拥你在怀里，让你放肆闹脾气，就让我牵着你，就让我保护你，自从你出现在我生命里，让我变成了专属的两个他，让我拥有了爱的家，永远吧。好，那如果是你的弟弟的话，哇，那更开心，期待可以有一个儿子嘛。如果是弟弟的话呢，之前也答应过阿妈了，男生就送去你家了。对，你不是男女的。所以当然是首《飘向北方》。飘向北方，别问我家乡，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。我飘向北方，家人是否无恙？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，也是最后寄望。给大家一点线索哈，给大家一点线索，线索就到这里为止。不管是男生女生，我们到时候见真章。